各位媒体朋友，大家好。我们今天的个案数新增121例，那其中有3例本土，118例境外入。那境外入中有64例是航班落地采检阳性，另外没有新增死亡的确诊个案。那3例的本土病例中有一男两女，那年龄介于二十几岁到六十几岁之间，那居住的县市包括台北市、嘉义县跟台南市。那嘉义县案22013跟台北市案22039都是与3月13号到嘉义参加婚宴的群聚相关。那案22013是21916的妻子，那未参加婚宴，3月19号接触者采检阳性，CT 值18，同日开始轻微咳嗽。那案22039有参加喜宴。3月19号有喉咙痛症状，自行快筛阳性，自行就医 PCR 阳性，那 CT 值是16。那按21792的喜宴宾客接触者共采检209人，其中5人阳性，196人阴性，那8人检验当中。那另外台南市案22038为盐水区个案，21262跟21263的同住家人，在3月10号开始居隔，那在昨天期满前采检阳性，CT 值是16。那我们这今天有3例本土病例，有其中就是这一例是居隔期间阴转阳，以上。